我都有一种无效直播的感觉。哦，改庙五十的幸福券，谢谢谢谢改庙五十的幸福券。那明明用电脑播更好看呢。好假啊，是不是背面那个光不应该要红呢？我觉得我用手机播就明显就会人变多，就很神奇，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奇怪，就说话的人也会变多。用电脑就没有人理我，为什么啊？是因为用电脑看起来太高冷了呢？就是电脑播直接就连说话的人都没有。因为刘海的原因嘛，就显成熟。我觉得还是因为就是用电脑播看起来太高冷了，不知道，其实电脑要精细很多。是不是我应该把电脑换一个？谢谢福福飞机，宝宝福福飞机，宝宝宝，谢谢福福飞机。我觉得还是因为电脑看太有距离感了，不是说离得远的距离感，是可能看起来太像电视里的人。大家喜欢好看，又就是网红，大家就喜欢接地气了，所以这接地气这点很重要。谢谢福福的飞机。就是要觉得就是一个身边可能出现的人，大家会更能接受。如果电脑播，然后就会觉得
就除非你电脑播的时候特别的绝，我又不是特别绝。我要尽量把电脑那个弄成正面的视角试试看。外卖什么时候到啊？好烦啊。Hello， 兔子，晚上好。
怎么这么亮啊？我好饿啊！晚上好。是哪样看不到？我就看不清。我从半路看回去，就请关门后玩具。梦想中的四壁，包含了多少的诚意？爱情像一本游记，我会寻寻的谜语。看月牙湾下的泪光，背影我是谁的心头？但是手机播不可以唱歌，很烦。我的要不我们还出征吧，感觉还能有一点事情做，不然太无聊了。我感觉用手机电脑播没有人跟我说话，手机还有。我们玩什么？我好的，可以吧？可以，虽然我不知道怎么钻，没关系。怎么钻来着？我好像没有试过，是。要不换一个吧，换一个简单一点的。我没有玩过这种，就是我因为我是不怎么 PK。那就举重吧，好吧，可
因为我觉得 PK 的话，我应该还是要用电脑好一点。改直句子的办卡。怎么样？它 PK 画质会变糊吗？什么品牌？这好像确实一开 PK 就会糊很多。其实我觉得还是电脑好一点，这手机不会太……太爆的那个脸颜色。颜色特别过爆。但我觉得我电脑播没有人理我，手机播大家还会理我，电脑播大家一句话都不想说。然后播太久了，太老的主播就没有人愿意搭理我，感觉大家都不爱理我，可能觉得我没有意思吧，太难了。不是我二次元，对。你是舞蹈的吗？二次元的，太死亡分子了。你推个塔吗？对，今天的飞机。走。那真是很奇怪，等点休息吧，反正就也没事，对吧？
而且你跳舞嘛，在兜兜的 bank， 你在颜值区会跳舞吗？对，我以为是跳舞的，对，感觉现在都是舞蹈比较看的人比较多啊，五年，是，就感觉我都没有什么可说的，就是感觉每天直播，大家跟我都太熟了，没啥说的。我干啥大家都知道我是什么反应，然后也不会有什么新人，太久了播的实在是。太久了。没啥用。就大家都很了解你，还不如像就是没有新鲜感吧，大家觉得。男的吗？没有新人。从来没有，我已经几年没有见过新人了。好不容易来一个新人，没有见过的。苗老师，我关注你五年了，来几好久没看过你，来看你一下。都是这样的，没有那种纯新人，根本就没有，都是几年前关注我的，然后跑过来，所以就很扎心，然后就播的特别有挫败感。你们颜值区还会有新人吗？应该有啊，你们应该天天有。没有吗？应该会有。但我有去那边试过，但我也觉得我这边人还进不来，就是没有新人进来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就这边就是风气不对吧，跟大家水土不服。可能吧，那也没有那么夸张啊，多余那么多人是不是？嗯。确实，你播多久？你播一年半，你都这么说，你都不知道他2016、2017年的时候斗鱼是多少人，然后从2018年就开始下滑了，已经差很多，特别多，因为那时候没有抖音，就是对的，就是早期的时候，斗鱼只要是。稍微靠前一点的都是满屏弹幕，不用稍微靠前，就是都是弹幕很多，就没有礼物，那个时候礼物很少，不一样，弹幕多，就不直播是不跟以前不感觉不一样，并不新播的才好播，我觉得至少新播的会有大哥，就是老主播不没有太难了，可能是我了，我觉得老主播好难播，现在log虚，那就这样，那撤了就不发了吧，拜拜，怎么退来着？我退。哦，我用手打你退。我又想换电脑，因为我觉得手机播跟别人一对比啊，觉得我这边好糊，好奇怪，然后颜色脸上特别不平整，而电脑播就很清楚，很平整。不行，我又要切过去了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分钟。不用一分钟，半分钟。
嗯。